5月21日，由中国服装协会、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及浩莎实业有限公司主办的“浩莎回味2014春夏泳装流行趋势发布会”在北京水立方举行。当晚，在这座记载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辉煌历史的场馆中，各位名模身着最新泳装作品，以及独到的身体语言，展示着摩登、深海、金属等时尚设计作品，对极具古代与现代艺术气息的泳装诠释出水样般光彩。在水立方的 T 台上，冠军名模们踏着动感的节奏，在绚丽的光影中如精灵般舞动，展示着奢华惊艳的泳装与水立方波光粼粼的飘逸交相辉映。